中国它所发布的禁航区。那禁航区是在我的防空识别区内。那你刚刚所提到的哦，在公情上面哦，这些相关的资讯你们大家都可以查得到。那就大概距离台湾北面哦，大概85海里左右。那北部大家也都知道哦，北部这个往不管是往日本、韩国，是往美国哦，整个国际航路是非常多的。它里面试射整个民航局后续的飞行公告的发布等等哦，包含限制到邻国，可能包含日本啊、韩国等等。